开了1500万兴建铁塔，并正式完工启用。玻璃镇长周义雄特别率领公所科学主管，以简单的烧香拜拜方式，为游泳池新建的铁塔举办启用仪式。有了这个铁塔以后，来玻璃镇里游泳池游泳的民众，都唔免烦恼会过河入头拍乌，还是拍到伤啊。过去游泳池本身没有钢棚架，在1999年，我们跟体委会来申请补助经费1200万，那埔里镇公所自筹300万，总共1500万，将镇立游泳池的来搭盖这个铁棚架，让喜爱游泳的这些乡亲啊，能够免受晒日之苦，而且是整个铁棚架盖起来之后，也可以保持整个游泳池的这个水质的干净。爱游泳的民众一听到游泳池新起好一个厝顶，嘛特别走来游泳池观看。民众表示，伊一向拢伫镇里游泳池收水，伊用只会当伫透早，也是下晡来，以后唔管啥物时阵拢会使，予伊感觉是非常好。伊拢总伫遮收，好当时啊收收的，拢感觉伤过热，下到时啊唔敢来，啊拢爱即个早时啊透早。因为就是这个日头伤光啊，伤咩啊，搭这个铁塔结足好滴咧。啊，未曝日，啊一般摆啊，人讲吼，这个雷公啦来啦，三番吼，啊比较安尼树啊较袂含漂，我啊嘛加真安全滴咧。伫今新建的铁塔设施启用的同时，玻璃镇公所嘛正式宣布，玻璃镇里游泳池自今仔开始正式对外开放。天气已经愈来愈热，游泳耍水的时间又搁够啊。今年开始，玻璃镇里游泳池有触电啊！不管出大日头还是落雨天，民众拢会当尽情的耍水，唔免惊曝日头还是压雨。玻璃镇公所嘛欢迎爱游泳的民众，好好把握今年热天耍水的机会，前来玻璃镇里游泳池好好享受一下。记者王嘉诚采访报道。